12月25日，我们来到了北京。这一次到北京对我来说和之前都不太一样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偶像宫格老师，如愿的握手拥抱，是不是从画面里都能看出我的害羞？参加完宫格老师的首唱会后，我们在北京还有另一件事情要办，就是这一次央视的元旦晚会。哇，是不是可以感觉到童真的氛围？音乐停一下，拍下来了，拍了。来，其他演员赶紧坐下。其他演员坐下，快点。啦啦啦啦。你们坐下，让我们看一下成员的整体构图画面。葫芦娃，葫芦娃，一根腿上去够吗？好，准备。老师唱着说。低的也能有气，我那个老师麻烦你进去。也能有气势，我们这边气势。好，好了，现在老师都不要提醒了啊，让他自己完成，赶快。来准备啊！到了同学赶快坐下。武术的老师，我们准备。正前方。好，来音响。一天一年又一年，迷迷糊糊的童年。哦，一天又一天。快跳起来啊！儿子的头大，手儿小。
牵手手走路不落花，好，所有观众准备走一走一走走走走，成年儿子就长大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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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成年儿子就长大，所有观众上一段视频一百，给你一万行了吧？好，你拍拍，你摆一会儿。哦，他不愿意，那我也没有办法。北京的天真的好冷。好冷，哇，好冷啊！哇！坐在中间，坐在中间。对，脚在，脚在这。进去是怎么进去？进去一个这样，进去一个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对。啊，人再坐着出来一点，再坐出来一点。再出来我就叫他。表情能不能够高级点呢？啊，你要规规矩矩的做你的，你表情要有啊。好，好鸡蛋。是不是很高级？这个表情是很高级啊！你看，是吧？我怎么像那种难民啊我？对啊，就谁叫你拍成这种样子啊？坐在上面，腿张起来，腿张起来，脚张起来。
要我两个脚不能一起动。对，荡起来可以的，可以动的。你动，这个躺不行。看我来。哪个是拍？翻掉，翻掉。不行，算了，不行吧？你当我把它压着，你不要拍到我的。可以吗？哎，别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所以你就在那儿，你就在那儿压着。哎呀，好了，走吧。快回去，干完了。哎，真快。